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你好，是爸爸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百货公司一个叫什么 Q-Mall 那边，里面有一间阿卡酱。那阿卡酱那里面呢，就是有卖一些小 baby 的东西啊，玩具啊，还有一些妈妈的东西啊。没错。为什么我们会去逛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 Bobo 现在有一个 baby。那我身为一个父亲呢，我也要学习如何当一个爸爸嘛。包括一些女生的东西，男生也必须了解一些嘛。这本来就是先生会陪妻子会去逛的地方啊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去看看说有什么我现在是可以用得到的，或者是之后可以用得到的。太阳是算日本还蛮大间的，然后也蛮便宜的。我们这次去呢，有妈妈还有大姑姑在，就是我们的家人在，那他也会帮我们一起看这样。走吧，现在出发。Go。你现在挑了哪一件啊？有蓝色跟灰色的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哪一个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会挑这个。等一下，如果他原本的话，他会挑这个。他最近跟我在一起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变成他有点偏向于这个。你穿这件就很可爱。对，产前产后他可以哺乳，可以耶，他可以这样拉下来。哺乳哎，帮我拉着上面。哇，方便。超猛的。可是你生完是夏天，你整冬天穿这一件，你就怀孕了这段期间你就穿这个，买了。哦，我还想要买裤子，一般的这边会太冷。嗯，哦，像这种裤子的对不对？是内搭裤，可是它这边是多这种内搭裤，像一般是那种松紧。而且你现在不方便穿牛仔裤吧？我穿牛仔裤不是我自己的。我自己的牛仔裤都穿不下。我觉得你要买这个，至少要买个两条，或者是现在很多都有这种造型裤啊。哎，老婆，假牛仔裤。假牛仔裤哎，因为这边没有松紧啊，所以这边就不会勒紧。然后它这个是帮你，就是护着肚子，这边可以保护你的腰部这里。哦，才不会酸。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腰会很酸。嗯。我买了一灰一黑。对，两个。裤子，它算是有点像内搭裤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一件灰色衣服，很棒。M 的，因为这个生完都还可以穿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如果肚子太大的时候，你可以吸附出来。把肚子整个撑住了，才不会这么累。哦，妈妈的东西很好赚，可是妈妈也很辛苦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看到一些。欸，我说真的，自从你怀孕之后，我发现你的胸部真的变大，超大，一手无法掌握，真的会变大。那因为会有母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通常妈妈之后啊，她的内衣裤都要重买。像我现在穿的都是没有钢丝。我觉得其实当妈妈之后，真的很多东西要注意。小朋友，我们出产的时候它是夏天，对啊，现在应该没有夏天的，有可能我们要晚一点再买。小熊维尼哦。可是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它还有分年纪耶。它会写几公分？哎，你看，它是一整包哎，有好几件哎。多少钱？是4680。它是冬天的。啊。六件。哎，是不是人家说我们生小孩的话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妈妈包？对。妈妈包，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妈妈包？这太可爱了，可是你要想一下，我们那时候生小孩是夏天，是夏天，这是夏天的长袖哎，长袖哪里短袖？可是怎么看起来像短袖那个图案？中文哦，长袖哦。音效，你看这家伙，以后小孩会不会被你打扮得很好笑？你会不会夏天到了，然后你为了让他穿好看的衣服，然后硬把他穿长袖？妈妈包在这里，哎，很多，其实它超轻的哦。嗯，轻对不对？应该很多机关呢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样一个内衬，然后跟一个拉链，跟两个口袋，然后设计的很薄又很轻。哦，这里也有。旁边还有一个侧边的。这里。还有一个拉链，就比如说你可以放奶粉，然后又可以放一些尿布。后面有两边，酷哦，这个也有机关包，它通到这里，然后这里通到这里，
可是它两边是不能互通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比较热门的地方，香蕉乳瓷器，因为有一根长长啊，很像那个乳头这样，可以咬吗？乳头这么长吗？一长长的啊，它嘴巴小小，刚好可以塞进去咬一下的。如果是生男生，可以买这个；如果是女生买香蕉还 OK。学会握这个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我们要买这个。你歪掉了，学会握这个。我们来看哺乳器有什么帮助。如果你一直用手挤的话，听说你的脖子会很酸，然后用这个话比较方便，就是电动的。它蛮贵的，15000。那你觉得妈妈的东西就便宜？很贵啊，妈妈的东西都蛮贵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片是要给一个女生的片师剪的吗？她会看完了之后，她一定会说哈，我不想生小孩了。她很喜欢小孩。你这个奶瓶要2000日币，我在网络看到有人分享。LV 界的奶瓶，它是 LV 界的奶瓶。对，因为他说像这种弯弯的，它可以防止宝宝吸入空气，才不会打嗝啊什么的。要打嗝啦，什么？小孩子不能那么固哎。等一下他要打嗝，我叫他不要打嗝，那就完蛋了呢。我在学习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等生出来我们就会了，好不好？但是现在还没生，什么都不会。设计这种奶瓶的一定是阿多啊，因为阿多啊他才会想到这个形状的，阿多啊都弯的。因为那个看太多。出摊准备了，它是这样的。里面就是有一些洗奶瓶的清洁剂啊，全部都有哎，这很适合懒人爸买的。对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买这种。安你一定会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挑这样。所以我只要有鼻涕，我就拿这个来洗。你干嘛一副很傻也不想跟我理我的感觉？因为我觉得你很傻。我们先看安全座椅。那因为我们之后呢，有宝宝真的还是要有一台车子，就这个品牌的还不错，安全座椅。那么知道？因为 Anson 是用这种，你看它很安全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安全推车。对啊，觉得要研究一下。我觉得要挑一种功能性好的、好推的那一种。这个我们也是要问一下 Anson 的观念了，因为他现在刚当新手爸妈，而且是最近期的，因为推车一定会更新嘛，所以要问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才知道。对，近期的，不要问在那个年纪太大的。各位看，不要想说和普不会设计这种东西，它是和普孕妇装哎。它是孕妇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把小孩子保护。原来如此啊！对，超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这是小朋友在吃的呢。之前迪迪他们很小的时候，不是都会买这个，然后我都会帮忙吃。入口即化，直接不见。对啊，然后这个也很好吃哦。馒头。对。小馒头。这也是入口即化。入口超爱吃。还有那个超酷的。就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吃的副食品，然后你可能外出啊比较不方便，像比如说我们跑外县市，然后可以直接加热哎。哇塞！是粥哎。直接加热就可以了。嗯，如果你微波的话，只要30秒。而且你看它这里都有写，它没有含这些东西。哎，对耶。重点是它才98块日币，将近台币30块，便宜。哎，很酷哎。笑。副食品，好啦，老婆，我们这些要等有小孩的时候再买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呢，最主要是买了这些衣服，宝宝的东西，下次再买啦。还太早了，对，我觉得还太早。哇，老婆，你直接把孕妇装穿上去了。我要先看大小。我觉得还 OK 啊，你这样穿起来身体的感觉还不错。而且它很大哎，还可以撑到这里耶。哇塞！还有很大的空间。所以你这个就算你的肚子变最大，你也可以穿。你看我的肚子，就是吃饱后的肚子，然后睡醒它还会再小一点。可是你看起来完全不像孕妇哦。你比较像孕妇啊。对。
夸奖他，他刁我。那这次逛完心得如何？很多东西，可是目前用得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孕妇的，然后小孩子的东西之后再买吧。OK， 我得有说。好，那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